只想见你一面。手枪去盯着我呢，韩星吗？进来吧。市长来了吗？告诉他们，我马上就下来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走开！你是你的私人恩怨。你想伤害你爹。安琪，你绑了我爹，你绑了我爹。听他的，别过来。尽管所有的宾客，当着你的家人，把你当年见不得人的发迹史给说出来。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韩星，这里边肯定有误会啊！没有误会，是不是时间久了记不起来？不，不。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，陈秘长，我要他吃败市场。那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加害到我的头上来？我们两个错，第一个，你不应该是秦小天的女儿。第二，你不应该爱上我。你这个混蛋！
姐姐怎么样了？老爷的火气还没下来，听说他已经命令人一定要保留少爷的抓回来，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。那姐姐呢？哭得跟泪人似的，谁也劝不动。我跟了他这么久，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伤心的。也难怪，碰上这种事情。你不信去看看大小姐了。我不进去了，碰上大妈就麻烦了。 你好好照顾姐姐吧。我走了。是你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只想见你一面。 跟我来这一套，难道你分不明白？我当初为什么会辜负你？明白又怎么样？你骗的是我姐姐，要杀的是我继父，我对你还有什么感觉？生下天的死有余辜，我也是给了害死，我替我爹讨回公道。我不管爹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那我姐姐呢？ 就因为她是爹最疼爱的女儿，你就可以利用她欺骗她的感情。我也骂过我自己千百遍了，可是我没有选择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爱的是你，对不起的是安琪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 可是我并不后悔啊，我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一枪把秦夏天给了结，而且在这件事上，让你和安琪都受了伤害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快走，不然我要叫警察了。 确实不值得原谅，这可能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。你要保重。
阿星。你醒了，是你把我叫到这来的。谢谢。既然我爹没有受伤，我也不希望你就这么死了。小姐，这有食物、药，还有一些钱。是死是活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别走，不要走。你尽快离开上海，不要再找我爹麻烦。求求你放他一条生路吧！你终于肯求我。好，我就看看你的诚意。不要！畜生！你畜生！就这么死，我怎么会斗不过秦少天？